右下体拉紧的痛，我看一个肺机场上面停了好多肺机。好像那个头对着里边，屁股对着外面，位置一圈的肺机，位置一圈的肺机。两个肺机起飞的时候就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再掉头上上机场起飞。现在那些飞行员有点阴影了，心理上有点阴影了。心理上有点阴影了，就担心，就担心出意外，就担心出意外。就担心出意外。现在那个天上那个飞碟，已经制作了一个相当于监测设备，就像个网络系统，自己飞碟自己在哪个地方，下面哪个位置有飞机动态的，有动态的飞行的，他们都显示在上面。这样的飞碟就是来调整，自己的飞行，旋转速度，速度之类的，避免引起下面飞机的剧烈变化。首先变化还是有的，就避免太剧烈的变化，太剧烈的变化。也就现在讲的是它那个显示屏上，能显示出哪个区域有飞碟，同现在哪个飞碟下面有飞机飞行，从自己这